莫格龙敞口翡翠，带你们欣赏一块神秘的莫格龙敞口原石。因为莫格龙敞口啊，它是在惠卡厂区，因为这个洞子啊已经枯竭了，在 N 多年前这个洞子已经不存在了，但今天有缘分，我是通过一个老玩家手里收了一块莫格龙的水石，而且有12.5公斤重，这个种已经到冰种，而且是天空蓝。我先让你们看看这个皮壳，什么是水石啊？就是亿万年在河床里边受河床的冲刷，把上面原有的沙粒都给冲刷掉了，而且一般水石没有棱角，因为在下边啊它有一个搬运，所以说把它原有的棱角都磨平了。你看它这个皮壳是不是像婴儿肌肤一样摸得特别光滑？水石啊一般它所欠缺的就是说没有莫西沙那种冰杠的味道，但是油性好，而且釉特别细。来看看这块天空蓝，这是擦窗之后啊，这是冰种，我现在上灯你们看看，你听这个声音，尾音是不是钢音，就证明它的密度相当高。有机会我们再聊。